Hello， 我是弟妹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带了这个兔兔的头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就是乔装成玉兔来拍这支影片。其实这个上片时间很奇怪，礼拜一，对不对？弟妹都什么时候上片？礼拜六。原本没有要拍这支影片，但是因为我们从 D 卡那边收到这个中秋节礼盒，真的觉得太酷了，一定要来亲自体验看看。那 D 卡到底送了我们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看到右边这个。它很明显就是那种倒东西的器具，我不太确定它叫什么，我相信它有一个名词。然后呢，很酷的一点就是在这个上面印有我们阿弟跟弟妹的D字，这个是就是烧进去的，烧刻，对，是刻进去的哦，它不是贴纸哦，超级酷，超级用心的这个D字在这里。那再来呢，这个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第二位了，就是我们的糯米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其实就是麻薯，就是麻吉，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米把它煮熟之后放进去，再把它捣成麻薯。那这边这三袋呢，分别是花生粉跟芝麻粉，以及My personal favorite， 绝对不可能少的砂糖。我们的麻吉今天即将会有两种口味，就是花生加砂糖，芝麻加砂糖。所以今天就是 cosplay 玉兔 DIY 手工麻吉。你看我这衣服上面还有很多草，有没有？兔子要吃草，有点牵强。我觉得很合，我觉得很用心这个 cosplay。那其实制作过程非常简单，就是处理好米之后呢，再把它捣成麻吉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首先我们先洗米，那听说要浸泡个1到2个小时，口感会更佳，所以我们先放置让它泡2个小时。泡完之后，那我们今天煮2杯的米，这样就要配上 1.4 的水，大概会煮半个小时。等米煮熟后，让它焖在锅里面15分钟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，我们把米取出来吧。好了，饭煮好了，是这样。但是其实我不太确定它有没有熟，应该没关系吧。就把饭挖进来这里，其实这个蛮小的耶。哦，好，加多少啊？我觉得每次弟妹 DIY 都是一个靠直觉型的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好不好？我觉得不能太多，要不然应该会很难敲。现在是这样，用我们的D之力。哎、欸，这是这样吗？它是一整块粘住哎、欸。哇，糟糕！我有预感今天的 DIY 会失败。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它粘它哦哦，哎呦，有模有样哦。好，不害怕，不害怕。酸了，我刚才敲几下，我手好酸哦、喔。你看，这已经有一点成型了，你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？好累，哥哥，哥哥，没帮你。你为什么？你装什么萌啊？啊，你装什么萌？我来介绍阿弟月兔在捣麻吉。要不要带回家？请留言，看你要领阿弟月兔还是弟妹月兔。这样不行啊，这样大家一定都领你啊。哪有啊？这样我就被弃养，我就是一个被弃养的兔兔，没人要我，好不好？弃养的兔兔卖什么萌？大家一定要领你啊！好，好像蛮有样子了耶，我看一下。哇、哦，有哦，有哎、欸，我去帮你。好，拍他这个样子。好，哎呦，果然有哥哥照，就是不太一样哦。哇、哦，这个。很麻吉耶，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耶。哎、欸，这真的很累，不要以为我是在演的，不是，这真的很累。纠缠的状况。好的，我现在做好三坨麻薯。好丑啊！哦，不是很美观哦。那我们先单吃看看好了。我觉得单吃应该是不会好吃到哪里去啊。那是麻吉啊！
成功的麻吉，成功哎、欸！但我觉得可以做多一点。嗯，做多一点吗？那交给你。这一批也好了。玉兔不好当哦。玉兔难当哎、欸，还要被弃养，还没人要，还要在那边打马吉。哦，真的是这年头不好混呢。那我们感谢阿滴玉兔的努力，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这么多麻薯了。那接下来我就试着把它们弄成球状体，才会比较好吃一点点。好黏啊！我现在在干嘛？有要变球状的意思吗？这个好像比较接近鼻屎状。好的，就先包这些，然后现在就是要来制作我们粉的时候了。粉包花生粉、芝麻粉跟我们的汤，先加一点花生粉进去。再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，汤包，就加汤下去。应该就是，太多了啦！小失手，小失手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搅拌均匀。你看，你看，糖根本就没有放太多，我拿捏的非常的准。你看，像拌在里面是不是这个颜色？哇，素巴拉西，芝麻也是一样。我们的粉末就完成了，那现在我们就把麻吉放到里面翻滚一下。你看。好漂亮哦，真的是马吉耶！废话，会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吗？那我们现在换芝麻的哦。哇，这颜色好好看哦，看起来蛮好吃的吧？这个，那我们就一一的把剩下的都沾好粉末。好的，那现在就是四颗花生马吉跟四颗芝麻马吉，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摆盘吧。好的，摆盘完成，好可爱啊！你看，四个小小的。嗯，我觉得其实就跟外面卖的差不多。有吗？看起来，对啊，就马吉还能不一样到哪里去？我觉得它的大小有点差太多了。手工的美妙就在于每一个马吉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第二个长得跟它一模一样。你看，就有没有花生？有没有？这四个都长不一样，都是四个好孩子。好，那我们也是请我们的阿滴玉兔。哎，我们阿滴玉兔，你对哪一个比较有兴趣？我觉得近看了之后发现它更丑了、啊。哪有？它这个就是芝麻的样子啊。看起来好像鸡块啊。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嗯，好难吃哦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好像好很多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，好吃是好吃的，好甜哦、喔，好棒哦、喔，好，好吃哎、欸，成功哎、欸，我以为会失败，我以为会吃起来超难吃，是外面卖的一样哎、欸，对啊，虽然长得有点丑，拜托，这是阿滴玉兔跟弟妹玉兔亲手自制而成的，嗯，麻薯们哎、欸，有有有这个。这个手工价值加100分，我真的可以给它个9分哦。真的，味道有9分，味道很不错。这个，这比较不甜。对，是吗？糖可以再加多一点。我竟然会说这种话。对，我第一次同意糖要加多一点。惊讶，我好惊讶。你知道是代表什么吗？这道料理的出错率相当的低。太简单了，料理白痴都做得出来。其实这很简单，基本上我们只是把它捣碎而已。对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中秋节的特别节目《玉兔捣马吉 DIY 大成功哎，大成功！我真的没有想到。那在这边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掉任何一支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拜拜。还剩下一颗马吉，我们来做一个阿滴特制马吉加上。冰旋风，拜托，你只是想吃冰吧？不要跟别人讲，这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看到影片最后的你们，真的赚到，这个是阿滴独家配方，超好吃，马上，是不是还好而已？哦，
超好吃，一定还好而已，超好吃的、啊，相信我，骗人。